我们在佛堂里面看到一些那个戒定真香。真香些，可是咱们平时那就相对于平时烧的那些香叫假香。戒定真香，就说持戒跟修定的人，他的心里边很香，就像真的香一样，就是戒定，等于是真的香。我们平时把香供在佛菩萨面前，当你持戒修定的时候，等于供养了佛。是吧？戒定真香，而且呢，一个人他可以不礼拜佛、不上香，但是如果他持戒修定，很清静的坐在那儿，我说他是个真佛子，知道吧？他香喷喷的，这就太形象了。就是说他的心香十方，哎，就是说这个人就是很崇敬，是吧？然后呢，佛菩萨觉得你这叫深供养，你这个供养比给他上那个劣质香好一点，啊。你如果拿着给他前边插了20根香，但是你手持戒手定，那佛菩萨更喜欢你，不会说是哎呀这个人供养了我二十根香，我保佑他吧，不保佑你不会这样的哦。因为佛菩萨没有别的东西，他给你的就是轮回的解脱的理，就是那种佛法。佛陀，你要是在佛陀那儿求，包括观世音菩萨那儿求，说有求必应嘛。那他最终给的他们所有的东西，最终给的就是空性真经，给你的解脱轮回的那个果，因为那是最高的，知道吧？这就佛学里边的话就叫大白牛车。虽然你没求过，虽然你就求点小小恩小惠，说给我家里边今天赚1亿吧，抓奖券抓住吧，你求的小嘛，你虽然你求的小大家，但是所有的佛菩萨都给你大白牛车。因为他知道你那些东西靠不住的，你暂时今天你喜欢，你说我今天要个橘子，菩萨给了个你橘子，你后天就说，菩萨那个橘子酸的，能不能再给我个苹果？我不爱吃橘子，是吧？他知道你会变，知道你无常，哎，知道你有一天你会厌恶那个橘子的时候，你又不要它了。你今天要橘子，使劲要个橘子，菩萨给你的橘子，你后天说怎么退回去啊？我不想要了，是吧？我因为我拥有橘子而苦，知道吧？所以菩萨就觉得给你智慧是最好的，对所有的佛菩萨对我给的都是智慧。师父，我刚才发的眼不够大。我先发个小的吧，没关系的啊。当时一进去的有点紧张，然后发的眼不够大。所有的菩萨道都是修成就无上正的正觉嘛，要成佛的嘛。这都是所有菩萨的阅历嘛，而且你一定要了解你的本来就是如来这种正智界，哎，我们本来就是空性的这如来，就说般若智慧这一块，就叫《金刚经》啊、《心经》这些叫般若，统称般若智慧，空性正见嘛。你刚才偶尔谦虚了一下，了解这些你才真。刚才偶尔谦虚了一下。我的家族里面呢，有很多问题。我的外甥啊，他30岁了，不娶老婆。娶就不娶吧，为什么要娶老婆？是吧？不娶。是吧？现在他传宗接代。那太中国了。是啊。我那姐夫一直都在纠结，我说。这个真的是很难，不是你能帮到的这些。因为你人家那是姐夫外甥吧，你逼着人家娶老婆，人家不喜欢让人家娶老婆，这不为难外甥吗？你说他不娶了，你姐夫又挺伤心的，觉得传宗接代无后，这个挺麻烦的。那你怎么办呢？这肯定是没办法嘛，佛也没办法，怎么会去逼了这个那个伤心，逼了那个这个伤心，不参与这种事。是吧？各式各的果报，各式各的业，众生都是这样。他们一定会自己想清楚的，搞定的。他爸跟他妈一定会说：“你要娶老婆，你怎么能不传宗接代呢？”他说：“我没有喜欢的。”哎呀，那肯定是这样嘛。已经好几年了。哦，那好几年，一辈子遇一个喜欢的多难呀！好几年就能遇上啊？那不一定，也许今生遇不上呢。遇不上你逼着就不能跟他不喜欢的结婚吧，是吧？而且这种独生这种事，就未来越来越多。我那大的外甥是
没有那个生殖有点困难嘛。哦，那父母到底是想要孩子还是想让他结婚吗？想要孩子现在不是能试管婴儿吗？或者是这怎么都能搞个孩子出来呀？哎呀，他还有还要一个形式嘛。哦，那那就挺麻烦的。这个太隆重了。这个你很难的，这哪能佛法？人家不是这个佛法帮我，可能帮不起。那你如果做一个，你先成佛吧。嗯、我觉得你还不如让他妈他爸求观世音菩萨去庙里边去烧烧香求求呢，也没准有用，是吧？像我来请佛法，能不能给他也让他引导一下，给他进入一些佛法？可以啊。接触一些佛法。等你有能力啊。对，让他得到一些解脱嘛。可以啊，可以。第一是他愿意听你讲。开解人世界的这些事，你必须切合到他的心气，就是说他在哪块卡住了，你跟他聊啊什么，你不要只上去给他讲空性，然后讲毕竟空轮回，毕竟一讲这些，就像我们俩今天聊的这些内容讲给他听，他听也不听，我要传宗接代，是吧？你怎么拿后代毕竟空麻烦了。是啊，是啊，你要根据他需要的。真的做好事真挺难的。你根据需要的，你说是吧？是吧？这个孩子，你让他想清楚嘛。对，做菩萨就是要正己节，用佛法的。不，他有些事情，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是我这个，我最近我对中医啊，我有好多这个，我老琢磨事儿，瞎琢磨事儿啊。我说这中医啊，其实还有一句话叫他呢。这个中医啊，如果跟那个缘，这个人他只能是有缘分的人，就是说他一看，跟就是说有些病他可能再怎么着他也治不好，就是这个人。就我瞎想的一些。这个你说的有神通的，这属于神医，这已经不是中医的范畴，这叫神医，你知道？是神医，哎，人家不是中医里边有句望而知之，就说你一望这个远看一看就知道他什么病，这叫神，未知神嘛，这叫神医，这已经不是。然后中医有分上中下三等，就是治胃病的是上，就是这个医生看见你说，哎，你要吃点胃药吧，你已经不行了，调养，哎，这个是最好的中医，哎，下等的就是等你得病了，就长出瘤子了，再慢慢化，哎，上医就是，直接就看你快长了。直接已经提醒了，但病人一般不理这种医生的咒语，乌鸦嘴，然后你我早还是以为你刚才说了那句话，但神医是另一个层次了，神医都是不是？啊，神医有时候帮你治了病都不说话的，哎，神医是这样的，因为不值得你有时候真的那些神医就是他看你如果病小的就直接帮你治了，看也是说都不说的，神医已经不在人道的范畴了嘛。中医西医还怎么是这样，是这样。